好多东西乱丢乱放的。小朋友，可不可以帮某某一起把东西放回原本的位置呢？怎么会有碗盘呢？它应该是放在哪里的呢？哦，应该要放在厨房哦，这样妈妈下次才不会找不到。是我的故事书哎，可是要放回哪边呢？没错，要收到书架上哦，下次才记得。哎呀，宝宝鞋鞋也乱丢，要放在哪里呢？对了，要收在鞋柜里哦，小朋友好棒哦。小朋友，下次看到客厅乱乱的，就可以当妈妈的小帮手，帮忙收拾东西呢。准备好，一起来玩游戏吧。